韩国人谈韩流，欢迎来到韩流世界，我是慧秀。这个冬天比较暖和，不过到了一月份，寒风瑟瑟，气温突然降低，所以今天慧秀想给你们介绍一部让你们感到温馨的影片，就是《想念哥哥》。《想念哥哥》是以1950年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影片，讲述了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根据一个儿童合唱团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和朋友的军人韩相烈，因为不能守护自己可贵的人，让他心怀负罪感，内心深处隐藏着巨大的伤痛，无法释怀。有一天，相烈接到命令，调到了别的部队，在那儿与失去双亲的孩子们和志愿服务的老师朴珠梅相遇。他们单纯开朗的性格让相烈渐渐敞开心扉。你好，你好。그러면은제가여기있는동안에무슨일을하면되는거죠与此同时，贫民村队长外号钩子，他其实是一个退伍军人，因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手，所以手上装上钩子。影片中他召集很多失去父母的孤儿来赚钱。지금애들한테뭐하는거예요아얘네잘못해가벌받아야됩니다너네오늘하루종일밥없어일어나괜찮아아나도있어저준미씨이거우리아들이선생님건지도모르고실례하십니다가방이었습니다가가있어당신이시킨짓아니야아닙니다준미씨저는있잖습니까딱한마디만합니다밥값해라그죠내가뭐너한테훔치라했나어相烈想守护在战争中被危险弃置的孩子们，于是决定成立儿童合唱团。그래서우리연대에도합창단이생기면지금길거리에방치되는아이들을한명이라도더보호할수있을것같습니다在父亲去世后，不再唱歌的勋一和他哥哥东九也参加了合唱团。나의살던고향은꽃피는산골복숭아꽃살구꽃아기진달래而姑子就想利用孩子们来抽调军队的补给品。완성한데죽을래사격빼돌리려고합창단에집어넣은게니까그래선생님니네지금여기서뭐하고있는거야아이고이게능겨왜안서있는말입니까전시군법이얼마나무서운지알고계십니까저애들어떻게든살려고발버둥치는애들입니다살려고시체들사이해죽고불발탄에망치질하는애들이나도살아보겠다고일하는겁니다아니살아남아야되는데아어른뭐남은사람다구별의미있나안그러는겨다시는애들건드리지마십시오孩子们的歌声在随时都可能上升的疆场里回响，触动了所有人的心。
处女作《辩护人》中跟演技派前辈们一起搭档，在电视剧《卫生》中扮演江克莱角色，演技、明星素质都被媒体和大众承认的任时完。这次他摇身一变，成为放下枪杆、拿起指挥棒的军人。为了演好军人角色，不畏辛苦的动作练习、体力训练。这次他显示跟以前不一样的成熟演技和深沉的男性魅力。对于在剧中指导孩子们的合唱，任时完还要学习从来没接触过的钢琴和指挥课程。피아노를한번도배워본적이없었고지휘는당연히배워본적이없었고제가했던악기는바이올린이다였었거든요한성열이라는캐릭터는피아노도능수능란하게잘치고그리고지휘도잘하고그래서그부분을좀따라가기에바빴어요아이돌멤버잖아요 그래서약간음악적인감각이있겠구나그런데전혀피아노를못친다고해서좀당황했어요그래서앞부분만정해주세요요것만쳐라아요것만잘치면된다근데실제로촬영들어가기전에는거의전곡을다쳤어요通过成功电影《骇人怪物》《末日列车》以及电视剧《听到传闻》的饰演过多种不同角色而受欢迎的演员高我星，这次扮演了一位志愿服务的老师，他真的像孩子们的妈妈一样抚慰、治愈着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伤痕。처음에는제가아역배우출신이니까저어릴때일했던기억도생각나고이랬는데점점촬영을할수록그냥동료같고또친구같고저아이들이주는기운이정말어마어마했어요많은친구들이생긴느낌이에요정말로특별히이렇게잘해준지를잘해주지를못했던것같은데 그래서지어린이들이랑더잘놀았나뭐그런생각도지금살짝들긴하는데 、네、그때물어보시지그랬어요 另外，这次扮演反派角色平民村队长勾子的演员李细俊，他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在影片中的表演让观众充满紧张感。为了这个角色，他在不拍摄的时候也保持一种威胁感的样子，这让现场的孩子们感觉很恐怖了吧？엄청난이제동네에서이제폭력을제가하고애들다보는앞에서동네사람들이다무서워하는데내가뭘쳐다보냐고다들어가라고하는데애들도와후다닥도망가고해야되는데그쵸뭐울거나그래야되는데그러다가컷딱하니까애들이오 어무서워봤냐야무서워무서워그래서진짜어떻게야연기는저렇게해야되는거야어떻게할수가없어연기잘하지않냐연기잘한다이랬어요다들기자기들끼리야좀잘하지않냐 오빠야우리어디로가는긴데그합창단말이야철원가자백마고지거기전투지역아닙니까在残酷的战场里失去了所有天天面对伤痕和死亡的人他们唱的是什么呢个人觉得是不是像电影名字想念哥哥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家人的一种等待与期盼呢아이들이합창할때이제무대옆에서피아노연주하면서아이들을보는데저자리에실제그아이들이있었다이생각이확들어오면서정말속으로너무울었어요결국그순수함과발음과또노래의정서가이전쟁속에서사람들을어떻게변화시키는지그게관람포인트인것같아요대본을보고나서아내가너무현실에치여서순수성을잃고살지않았나라는생각도들었고그리고그친구들의성장과정을그린영화가이영화인데실질적으로저는그성장과정을촬영하면서겪었던것같습니다여러분들도아마보시면충분히느끼실수있을것같습니다